期的八八六十四，我是 Gary 俊成。然后今天很特别，对，因为呢，我们刚刚也是有一点小小的技术上的意外，还是希望不要吓了你一跳了。OK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张栋梁，欢迎收看今天11月30号的八八六十四。那今天是我最后一集做代班主持，那真的有点舍不得，也希望大家会舍不得我了。耶、yeah, ，是的，今天我们的这个摄影棚里面呢是非常的热闹，因为来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啦。这个时候马上就是。要欢迎你，期待见到他的一位。你在收看的是2月17号的八八六十四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。因为 Gary 呢，待会7点就会主持这个绝对 Super Star， 所以就我来代班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到接下来的每逢星期五都会看到我哦。那么希望大家多多指教。大家收看1月29号的88-64，我是 Dylan 梁佑成，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哦。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夜主播呢，下来的连续3天都有些事情要忙，所以连续的3天，我将会在这里担起这个重任。欢迎来到八卦侦探所。很多人以为说008不在，那么我们的八卦侦探所就会暂停营业，其实是错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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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的。欢迎收看。7月10号的88-64之侦探所，我是005，我是006，我们是5566，sorry， 不好意思，一胎，对。我操，你们竟然这样的东西也做得出来啊！啊、yeah. ，OK。